好看呢，不冷，挺热的。你在吃饭？不冷，不冷。好看呢，好看吗？咱也没看到这个垫底人气30万，旁边电视在放 UFC， 我就在 UFC 现场啊。我2点钟要彩排，助力，这个标题怎么改来着？助力。我在 UFC 这儿，看一下，东东在找你的路上，好好好，你们要见面了，面基了是吗？好好好，看没？家里就能将就进入了，家里能将就进入了。哦，对，是不是虎牙的？不是虎牙，不是虎牙举办的，是这是什么国际的？不是虎牙的。
这灯光还这灯光还挺好的耶，这灯光直播感觉好看，这灯光。你们晚上打算干嘛去啊？你们晚上？你们晚上不会真的是要去那个吧？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女魔，去找女魔，放远一点。这次举办有没有金敏敏，有古阿扎。大魔王西西、李奇二，还有一个是肉包日记，肉包，还有个就是我长腿西西，还有其他的是另外五个 DY 的五个主播，不过他们身材是真的好，真的是跟女郎，我觉得我们虎牙这五个主播跟那个女郎没什么关系，感觉像是来抽素的，真的。我是五号选手周西西，记得投我哟记得投我哟，给西投票哦。他们有三个人在车上化妆，不行，不好看。比赛虎牙主播，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反正有五个，没有男主播。欢迎色批哥，没有男主播，全是女主播，一共有十个主播。今天有四杯亲密，你要不要生个猴子？色皮哥生猴子了，四杯亲密，举牌女郎不是什么表演，掐着我出去，哦，想要，啊，人家想要，我户外好看吗？我国户外好看不？UFC 就是拳击啊 ，UFC 就是拳击啊。他们化妆好慢啊！哎呀，他们都在吃饭。2点钟，哇！谢谢色皮哥，你在现场看看是打的假赛，看看是不是打的假赛，都被骂疯了。什么东西啊？拳击手有知名的吗？其实我不认识，我缩水了，他这个不能露高，而且我没有穿那个，我贴了个贴在上面，送什么好？你看着办吧。看一下我身高，
他们不会以为我在拍他吧。晚上酒店可能播的。怎么这么搞笑啊？谢谢。好像啥也没出，给我拍矮了，这样子看着也不是太高啊。唉，哪有啊，挺高的。我他们那些人在看我。这看着像一米六吗？好好好，你们说我多高就多高吧。等会来个人给我比一下身高，就你们就知道我多高了。可能就看着比较矮吧。点五射死。不会啊，你要点五吗？我可以跳。虎牙一号，可以啊。虎牙一号要去前面那边跳啊。你是认真的吗？可以，你给我刷个藏宝图，我立马去前面跳，真的。藏宝图哦，对不起，我错了。那这样吧，一个超级守护怎么样？给你打折，一个超级守护。一个超级守护，1314块，只不要5000块了。你在上班吗？这个点儿还是在午休啊？我要再上去吧，去吧。色皮哥的续费，上班好，户外看着更好看一些。哇，谢谢色皮哥的钞票枪，感谢色皮哥。谢谢色皮哥，爱你哦。明天才能生出猴子，但是今天必须要过那个任务。这个，哎，我看一下这个活动。
哎，他这个今天过了这个东西，他没有，就只有今天是双四倍亲密，亲密度刷满了。啊，是的吗？那我们就明天再升一个吧。今天升不出来的话就算了，明天升一个吧。我做了上午我们在做那个力量，我的妈呀，我直接下楼梯腿都是软的。我现在你在热行程稿吗？你在热行程稿？不是，我在背这个，等我晚上直播的时候要答题的，就记一些就好了。安如风，记一些，读，真累，不是读稿。不是读稿，他要背下来，就这种题目，他要背下来，就记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不用全部答对。不过他这个是有分数的，如果答得多，分数就越高。所以结束了，顺便去买包。5点钟结束，估计会一起吃个饭，跟那些我们虎牙的这几个主播一起吃个饭。看吧，吃完饭不知道几点了。但是我的工资没发，我的工资他要提现提不出来，要等那个吧，等我的工资到账了之后我再买。我现在没有钱买包包。欢迎阿秋哥。第几场第几局，就一个吧，就一次，再又要再次错过了。对呀，没有钱买包包。哎呀，怎么这么大呀？这个好像广角。这是休息室，很多地方他们不让拍，所以不敢那个，很多地方不让拍，还没开始呢，谁赢了？我咋知道？这是干嘛？举牌女郎，为什么这个人气这么低呀？不是说给了垫底人气吗？官方直播间有吗？官方直播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今晚上虎牙会不会播。好，电话完了，你们晚上干嘛去啊？你们晚上干啥去？这个美颜。到底有没有美颜啊？这是没有美颜吗？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美颜。好像就眼睛里有美颜，其他好像没有美颜啊！我操，没有美颜了吗？哎，真的没有美颜啊！我操，好，没有开美颜啊。真的耶，他没有美颜。
怕什么？我怕，其实他那个晚上那个直播好像就我觉得我不是很上镜，在那个摄像头下面的话，因为摄像头下面的话，他是会把人拍得很胖。我之前参加过那个二台的时候，就也是就很不自信，然后把人家的队名都读错了都，然后就很紧张，就这样，就这样，结结巴巴的，真的。就特别的结巴。 KKT 你看不到我，我穿的又不是丝袜，你看看看看我穿的啥。看到了吗？我1.79米，你小子腿太长，怪我喽！腿长怪我喽！以前直播没发现纹身，看一下。那还是举牌，举着牌拍大一点，举着牌显得更长一点。举着牌是这样子，要这样举起来。对，我的鞋子，这个鞋子本来就显大。欢迎大家。参加 UFC 举牌女郎选举，还有一个小姐姐也高1.78米，不过她的身材超级好，她的那个屁股，哇，我这个屁股一比绝了，我这个屁我都没有屁股。我这个鞋子是40码的，很大。他那个店当时没有39，但是我很喜欢，我就直接拿了个40，很大，真的很大。欢迎236。在大凉吗？你都能穿了，在上海。40，这个码数是40的，但是我39，我穿39。你那是你个子太矮了，那怪我怪这个对吧？你个子都没我高。你们看，
看看今日穿搭，今日穿搭不好看，穿的瑜伽 UFC 看到没有，看看腰带，你们知道这个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吗？金腰带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衣服、啊、他妈的我他妈来个上海我他妈要自己都没买衣服给你买衣服，你又不是我老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给你买衣服干嘛？那个不卖4900还是4500来着，当时说可以买，那可以买，卖4900还是4500我忘了，妈的天天狗狗狗，为什么要给你买衣服，你又不是我老公，凭什么给你买衣服？ Hello，快快，你喊妈都没用，你喊爹都没用，我带你们去看一下那里那个彩排现场，看没？几点？还有20分钟，2点钟，给你们看一下我，这能看出来我很高吧？能看出来不？能不能看出来？看出来没？从上往下，怎么从下往上？从下往上，从上往下，看到吗？我去找他们去。呀，你在播吗？你在直播吗？肉包，你在直播吗？你在直播吗？我也在直播。看，肉包，长腿西西。Hello， 老高了，真的老高了，他是我们几个最高的人，1米8。不，1.79米，1.79米，他们让我说真，他们让我说年龄，说让我说30啊？为什么？说30，人家会说你保养的好。那我呢？你就说真实年龄就行。我靠，户外人好多，都100多不多，是吗？
就说26K。那我待会儿，他说大家好，我是李婷，我今年27，然后背景后边背景墙上面是26岁。你以后也说30。个人介绍你想好吗？个人介绍就说我是周西西，然后23岁，然后来自哪里哪里，怎么怎么就没了呀。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你平时的兴趣爱好，以及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会成为下一任八角红女？腿长。你待会儿绝对不会这么说，你绝对不会这么说。把他杀了，快炒饭把他杀了。这灯光好。这里也没花多少钱吧，没有花多少钱。哇，我好怕它掉下去。我脸上没有哪里打过洞，就双眼皮鼻子没得了。你现在都把裤子换上了，小黑子都屎，对，不过我屎。我也去换个短裤，超短裤，因为我看他身材老好了。看，欢迎大家。换裤子的时候不行，那肯定不行，肯定得关着，肯定得关了。谢谢大家订阅，谢谢送小月亮。我不打架，我举个牌就可以了。举牌，人家是举牌女郎。哎，你这个背了没有？这背吗？就是这个题。嗯，我看了，但是我没背，应该或许大概可能就背了吗？我没背。我可以给你提问。你给我提问吗？我给你提一个试一下，稍微提一下。295解除，就是他今天李景亮今天也来呀。全球已正式运营的 UFC 精英训练中心有几家？你不是他不是有选择题吗？你要说 A、B、C 吗？ A 一家， B 两家， C 三家。C， 差哇两家。啊？你问个简单的，保持 UFC 选手最多 KO 记录的是谁？ A 张伟丽， B 李景亮， C 宋亚东。 B， 嗯，对，简单一点的哈。UFC 比赛每个回合的时长是几分钟？没有选择题啊。 A 我又忘了。 A 两分钟， B 三分钟， C 五分钟，第十分钟。五分钟。 C， 对，药水哥没来。迄今为止 UFC 在中国大陆办过几场比赛？ A 一次， B 两次， C 三次， D 四次。 B UFC 不对啊。 C 三次。好 UFC 在中国大陆办过三次，然后刚刚那个是一个回合打五分钟，一个三一个五。UFC 首场比赛在1993年 ，UFC 的最重的项目。今天有一次精英之路，三次，嗯，在中国大陆办过三次。给你再多看看，再多过两遍。完了。他应该就只会抽个两三道吧。报告说就会抽两。我只记得就是这些好多问题，是还是不是？反正全是是，就只有一个是不是的。然后不是的。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 UFC 从 TI 课程是只是专业只是针对提供仅限提供专业运动员嘛？对，他说这个不是，就只有这一个不是。其他的举牌女郎什么要不要再更加的都是在要在。对是全是是。嗯，还有一个就是城市，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深圳。四川是啥来着？
没有举办过 UFC。四川。对。深圳是是啥来着？是张伟丽第一次夺冠是在深圳。是。哇，你好厉害！我不行。我睡前看一眼，起来看一眼。我看了，我不行，我记不住，我就只记得关键词。如果要是到时候你要上台，打个比如说，如果要是你能看到这边的话，他如果要是问到你关于，就比如说五或者三的，我就给你个。好，可以，这个好。但如果要是能看到的话，到时候我估计人会很多。嗯。应该会，我看了一下那个，哎，我刚刚看是哪来着？咱们。他那个八角笼中四面是应该都有人吧？还。我看我昨天看抖音上看了一点，到时候下午我的脸，我到时候举牌的时候那个脸肯定应该是，我脸肯定是僵了。我只会，我的脸我笑起来不好看，我笑起来，我笑太僵了，笑僵了都。我只有就微笑。嗯，哦，下个月是 UFC 是吧 ？UFC 比赛。UFC 要真是比赛，我跟你说，看得太激动了，还真是比赛。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不是比赛，现在几点了，兄弟们？你还补妆摸回呢？我不补了，你补就换上裤子就好了。我回头补个妆啊，没，我还没补妆。已经2:40多了，1:40多了。1:40，差不多可以下去。现在差不多，我就去。去补个妆。那我们去补个，我去头发，我去换上裤子，走一起。一起一起。还起来了，你晕。哎呦。我脚酸得很。你那个，我是真的受不了。等下午要走台的时候，我再换这个鞋，真的受不了。也可能是我那个码，可能是我的脚这个地方宽，它这个地方恰好硬，你知道吗？我的妈呀！我这里，我是这块。嗯。昨天我就是我的右脚会比左脚宽一点点，就是这个地方会比这边宽。我这个脚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的右脚小拇指这一块给人顶得我很痛。我这两边上面都破皮了，泡。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泡都出来了。他们这儿应该有创可贴，算了，创可贴就这样吧。谢谢送的小月亮。不过他们这边信号还挺好的，不卡哦。嗯，不卡。我还以为会卡。裤子去。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在来，让他们来找你。不过意思，我跟你说，这边人已经……哎，走错了。这边人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已经很太熟了。拳王对 UFC， 是的，试毒。看看这儿，决赛，今天是不是这个决赛？不是，今天这是他们打拳的决赛。哦哦哦，咱们今天只是举牌。哦哦哦，我们今天是举牌。上台哪里举的？就是 UFC 竞技训练中心上台的。哦，我安排一下，大家一下，我们这样换衣服。他们在化妆，他们都在。啊，你别进来，不要进来，不要进来。没播，我们只照照我们自己。我换裤子，摄像头。先关一下吧。嗯。我想换裤子。你先关一下哦。就是我先闭一下屏。你怎么闭呀？嗯，直接上去。给你换好了。你们先上去吧。嗯，我感觉我自己还搞不好。我操，这个好明显！哇，暖宝宝，你还贴暖宝宝？对。又要开始了，姐妹们。我想让小虎给我扫点阴影。嗯。我们这样。
一个半小时，你都画一个半小时，我感觉你们也没休息。我要累死了。我觉得休息了之后，我跟你说起来没这么画。我要睡着我就起来，我不管你睡。你怎么昨晚上睡这么晚？我昨天晚上跟小哥哥没开直播的那个。当然跟小哥哥聊天聊到两点。他们迟到，你声音关，他们有声音，我告诉你。啊，你没有声音。他们两个都是只是没有，他们俩在直播，我跟你说清楚。你们把声音，你们开了直播。对。开直播的，但是是闭屏的。别说。闭屏。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有人没人说。我告诉你，别说。啊，哥哥，给我刷点儿。我把你妈使出来了，小子。我鬼子你妈使出来了，你家可以了。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也挺好。你头发就这样，我头发就这样了。不是，我问你啊，就这样吧，我不想放下来，放下来。你等我这个阴影借我一下啊。啊，你我放过去。那我头发就披着的。披着什么？披着这样。我出去了。好热！哇塞，里面怎么这么热啊？这里面。你们都要走吗？你们都要跟我说一下，我来。我还没被提呢，不是自我介绍，我在想。哦，自我介绍。听得清楚吗？你刚刚听到我说啥了？没听到我说啥吧？换了个短裤。我坐这儿吧。等他们化妆化了一个多小时。先别固定打火机掉了，你说什么？妈的，这丝袜质量这么好。你猜我在干嘛？绝了！我在撕丝袜，好了。
扔掉了都。丝袜不是，不穿高跟鞋，穿运动鞋。不冷，挺热的。主播多高？主播1.8米。放着好看还是扎着好看？这样子就叫不到人了。这样就照不到人了，但这里这样的话灯光自己去剪。今天是线下比较结束的排名，就是排名有系数，在线上在投票，然后线上投票排名这个线下的他们告诉你请注意你的言辞，小心你被房管给你杀了。在上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我告诉你。这里灯光不行。这又找到人了，好好说话。2点了吗？2点多了。哦，要该集合了。嘻嘻，我的美颜还好吧？可以啊，挺好的，挺好看。看嘻嘻美女。台上如果有人打架，你要记得去劝架，什么鬼？笑死了！你也在播？随意。哎，我的。告诉阿嘻嘻，我在喊他妈妈。你认识他吗？炒饭。不认识。菜刀。不认识。他不认识你，他不认识你。我没有那么有名气，妈夸。没事，别把你直播间。大刀喜欢他，牛大刀喜欢你啊？啊，牛大刀喜欢我，我不认识他嘞。他不认识哎。你看，是来我直播间就刷个火箭，我们认识一下。看，那我觉得不应该拿粉。拿一个呗，就拿那个粉色的拿。把它粉色的那个，就哦，就是你漂亮那个定妆的那个。对对对，就是他，在哪里？就在那里，快去。齐儿还没好是吗？我把我头发弄一下，我觉得还是把头发往上，头发当然是错了，咋上去？播啊！你播户外不？啊？播户外吗？我播什么户外呀？你播新秀。就是播新秀啊！朴实对朴实生活，我也快了，差不多半年后我就。别在这说话，你是不是别在直播间说这些？那个浴袍都拿了吧？拿了。那个。好热呀。热，那行。真的热。哦，我也觉得挺热的。
真的假的？夏天好好看。你是一根，一搓，要搓一搓的。阿扎的眼睛真的好大。要不要推你们啊？我感觉我的有纹身不是很正常。我感觉三睫毛我可以带货了，这个。我昨天还是用的那个三睫毛是那种。是不是还这样？真的，我要不开个女主播专卖店。真可以。什么屁垫儿啊啥的，我都把脸子上上。看阿扎。我操！你他妈的。来。啊！天哪！好软。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你好软。啊！好软，好软。啊！我今年18岁。啊！我太有福气了，天哪！别照这儿，这个三号，三号，三号，四号，我是最后一个，我是10号。冲我来，好大，好大，确实好大。放开它，冲你来是吧？对比我的头都大。啊，那我去拿一下。我去拿一下。那拿袍子。袍子哪去？啊！我的袍子可以约，可以品类挑选星座。对，大魔王也在，就户外吧，我觉得户外人还多一点，户外人还多一点。你们没人了对吧？没人了。你啥没有啊？但是我觉得那种好一点，那个要稳一点，它那个一根线。我平时也是用它的。这个要稳，这个要稳。他每次跟他那个太高了，在一起。不是看美女吗？76太高了，看没？美女。真的行。我们五个是虎牙。对啊，我们五个是虎牙的。虎牙小分队。虎牙小分队。虎牙弱鸡队。长他人。现在不卡了吧？我1.8米呢，当然高。1.8。好，1、2、3、4，我是5号。这个检查一下，现在是背心三分短裤，短裤是不是要换一下？谁呀、啊？你忘记短裤了。没事，我带出来了，我现在换好了。哎，是换一下，三分短裤，然后号码牌别好，然后带个袍子。快做自己的号。等一下，等一下，按照自己号码做。等一下，我先把它搞好。行，快去换。179，对。你坐哪边？他那个好方便啊，可以放地上。你这个也可以吧？可以吗？你这怎么不可以啊？哎呀。我想换个更可以，能不能先？别多呀，靠你这指甲，我来帮你扭。好了。别给我照了，我没照呢，没照呢。小美，你那个来的时候你拿袍子了吗？你来的时候拿袍子了吗？那个袍子好像是我的。是你的吗？你来就是你从昨天来这的时候拿袍子了吗？你是不是穿错裤子了？不是穿，是穿着什么？不是三分裤，这个。高腰的那个，你这好像2分的。只是穿错了，那我是不是得赔钱？因为从酒店来的时候拿袍子了嘛。没完了完了，我已经看错了。那个袍子是我的。那这个你这个是多拿？这个我是从那个试衣间那个上面挂着找的。没事，你就先拿着吧。我们穿的是高一点。要是有人找这个的话，我再拿那个。看，阿扎，女神，这样是不是显得脸小一点？高腰的，这么显。注意你们的言行举止，我看说啥了。你看他的眼睛好大，他的眼睛真的好大。
下睫毛吗？上睫毛挺好看的呀，我都不会贴睫毛。那你这个自然写写，我这个是重的，重重是替我摸，你看一个可能会觉得确实很大，确实大，就是真的。古阿扎夹西西的头，他的球确实能把我头给夹爆了。少说这些。四号有对象吗？啊！天哪！怎么了？他说他照我的腿，让他给钱。他在照我的腿。号码牌你们带了？带了。哎，我好困啊！我困的不行。UFC 举牌女郎。巨喜欢四号。喜欢的话点点关注，刷礼物，对，刷点儿。哎，这是谁做的？不行，我这已经没神了，感觉人神已经分开了，我的人神。他说我脸好短，你给他们看一下，这里面这么多美女，多看一眼，看一下，这么多美女。他们不让我上厕所。亏了，你看三大。亏大了，我靠！看美女。那是。都是美女。哪有美女？哇、哦，美女来了，身材贼好。美女。她好像是一米哦，不是，她不是跟我一样高，不是是刚才这个也高，你一样高，就是美女。这个也高。还没。他们是 DY 的，他们是博主，哦，不是主，哦，也应该也要，哎我哎今天手臂力量最高的是谁来的？是运动员，不是是那个女孩，就长得挺甜的那个，小美，好像是小美，你手拿瓶水，我靠。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一拳打死个老师傅了。这是啥活动？是我只剩丢半条命的功夫嘉年华吗？啊？你可以试一下1314的。1600的。哎，这么困难。这人去哪儿？谁呀、啊？他们人在那儿吧。就是他们现在不急吗？那我害我害的晚，不急啊，应该去把头发也搞一下了。他们是头发也没搞，我也没搞，我直接扎起来。我以为就这样了。就这样了。他们是带的，他们那个是自己带的摄影师那些吧，我感觉。啊？我感觉那几个像吗？嗯。我有可能。你自己带的？他美女。哦，也不是自己带的。嗨，大家好。哇，好白呀，好好看啊，好看啊，就是说他显头发能看得出来打二斤发胶吗？二斤这我感觉真的硬住了。我们家乡话叫杆粘了，你听得懂的吗？杆粘了就粘一起，就好长时间不洗，就是那种，就是博主，这是干嘛？这是干嘛？我们选那个 UFC 的举牌女郎，你看我们直播呀，在那个虎牙播吗？虎牙，我不知道虎牙播不播今天。应该我不晓得。虎牙不播，就 UFC 吧。去那个咪咕、嗯、去咪咕上说，能说其他平台吗？可以说吧。限制这么少，管他的呢。管他呢，没事儿。我们说的不是平台，我们就咪咕啊。咪咕只是一个语气词，咪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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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打谁打谁？这次好像是那个宋亚东打那个主赛吧，还没定，好像还没定。哎，赶紧看看题，我突然想起来。哎呦我去！我来问你，我来问你。我靠，你问一下，我看我行不行？我的题没在。我靠！我们不要说出来，我们你问了之后，我们把答案自己写在那个自己手机上，然后就是我们看我们电子版。好，来，我看我能不能答对。他妈啊，那个题哪去了？等一下，我找到了。
我靠，祝你的言行举止，我告诉你。你们说什么？M 黑姐能不能网暴我？不是，谁是黑姐？保持中国优。不是，他们这个言行举止太那个了。没带。还好吧？他是要求网暴他吗？可以啊，满足你这个愿望。不是。什么？这是什么牛气啊？家暴说吧，能说啊？能说。你们正常一点。暴行家不行，我跟你说，就是这样的。UFC 的冠军战进行几个合合再来几个，给我往死里打就行，姐姐。好，好，还有这癖好呢，那真行。欢迎扣子哥，功夫小子，但是后场 UFC 比赛每个回合的现在是不是准备彩排了？就是彩排吧，满分。对，我觉得他这个皮肤特别的健康，我就很羡慕。看美女，看他有多白，看美女多白。我觉得哦不，在这个滤镜下面，他真的显得我好白。嗯，谁跟我在一块就一个那啥，就是显白。哇哦！张伟丽第一次夺得UFC冠军的比赛是哪个城市？深圳。等一下，我找到，我来问你一遍。等一下，我先把题找了。我也没看，我怕我不记得。我觉得他能打我五个，那是确实，我力量不行。2023。我觉得我今天所有的那个体能。我靠，没有一个是及格的，我多少周年？这不会，他不会出这种题啊！我知道，我问的是周年，对，吓死我了！就是你别这样问，你就正常。好，那我就问你，参加 UFC 比赛次数最多的选手？李景亮。对。他不是要说那个 A B C 吗？我知道，增加点难度，增加难度，增加点难度。哦。MMA 是攻和格斗的意思吗？然后就是目前有几家 UFC 金牌，UFC 选手最多，中国最多颗李景亮，我他妈的你，说话好看吗，康哥？然后那个，因为这个比刚才弄了，这个UFC 最重体重级别，没错，最重男子，就重量级，重量级。PI 认证课程包含几个？是它仅供专业的运动员学习。我不是很白的，我跟你说，旁边更白。吸取我。看这个美女。然后嘴炮。贼白。嘴炮是那个什么麦克。好白，他比我白，他是我们几个最白的一个，真的，他白到那个筋都是能发出能看到。格雷我感觉颜值，我看了他的名字应该选不出来，颜值都不低，真的。然后看 KKT 很多美女，很多美女，哇哦，举牌女郎是哪美女？2017年，总部在哪里？总部美国什么什么来着？错，拉斯维加斯，他不会这么说了。然后张伟丽的官方绰号，张伟，手机播也这么好看。手机播的话，行，我站位六号。马格达是什么？哦，六号是这位小姐姐。然后UFC 大陆首场比赛在哪个城市举办？别人是壮，你是瘦，不是壮，那个叫健康。第一次吧。我也想，我喜欢。首场比赛。我靠，是首场吗？对，也有，都有。但是我不硬，这个肌肉就是生理构造，大家都有的。UFC 首场就是看大小，在哪里面举办的？UFC 我摸一场比赛，1993。我靠！男子最轻达标，我好软，你摸我的。然后在中国办过几次赛？中国办过三次。好，我没有。100分，绝对100分。召唤新手。我怎么换啊？我不会换。姐姐，我说我这边转过去 ，Hello。我怕我一说太紧张，再把镜头转过去。那你可以吗？那管他呢。Hello，Hello， 嗨，我把镜头弄过去，你们上镜头打个招呼呗。好，好。对，到底是我的。嗨。
品类在开播界面。怎么搞啊？我不会弄哎。你咋了？可以换新秀吗？怎么换新秀啊？他让我换新秀。那你肯定要换新秀。你是新秀了吗？我没换新秀哎。你是户外、啊。嗯，我在播户外。怎么弄啊？怎么切换？哎，在这里吧。姐姐姐，我看了。修改不是。完了，懵掉了。我也不会弄。这个吧，直播间，哎，不是，不是，是不是重新开一下就好了？我觉得是应该是要重新开，重新开一下，但是不会弄啊。它这个手机那个是，其实你可以做所有的环节，拉票环节你们想好说什么？没有，我也没，我就真的。给我上个血瓶，给我刷个魔法，牛逼，给我刷个藏宝图。我说藏宝图了，姐姐。没有。牛逼牛展示的。你们是在哪儿？我们在可以展示上海。展示啊？展示什么？你们要不上去展示骚舞？跳一段。反正就是，如果当你晚上是不是热呀？能不能播呀？能不能排排的冠军吗？为了就是不知道哎。吸粉啊，就是后面多一点。我靠，你看我热的。你是吸粉的吗？我没带口红。谁带口红？我带了。谁要用啊？我的口红是豆沙色的。我这个有点粉哦。就是这个好像可以。差不多，我补一下。可以。小虎啊，你带了吗？我带了呀。我这个可能还要，我这个是这个色，你看这个什么颜色？就是草莓色。我两个都拿过来试一下。对你不要涂多了，你涂了你这个晕染一下，它就是这种。豆沙粉不是芭比粉。你还来找我玩吗，空哥？今晚上我们一起喝个酒呗。我也想上厕所，喝不了一点儿。那我们去上厕所呗。我直播。我会陪你。走。你的嘴巴怎么是个爱心？好看吗？暴露我的酒量多尴尬，我的酒量也很差的，我酒量也不好。这个是谁呀？这个嘴巴是打过的，打了嘟嘟唇。去上厕所了。我不会切换新秀哥大哥，怎么你们会切换那个吗？看齐二，李齐二，等一下，这你等一下，你现在不就新秀吗？憨皮啊，你点开这个有虎翼的不就是新秀吗？你憨皮。那他说他跟我说我是户外，东东说的。妈傻逼，你别理他。说你傻逼，东东。后面的账我们正式直播开始应该是三点。
外啊，不是新秀啊？那我不知道了。我上面看的也是户外啊？那我不知道怎么切换了。狗东西我也开工了，也不知道来我直播间看我一下。这个举牌女郎的衣服不好看。你这人在找我，跟你讲。哇，谢谢干饭哥哥的上上签。我操，我抱了个法拉利。哦，他们家有人送礼，我们家没人送礼，对他。谢谢，谢谢干饭哥。就是户外，好吧，就户外就户外吧。晚上再播新秀吧，把它切到新秀区。就是你导师的，是吧？嗯，是吧？啊，那个，我刚才也做，能看到吗？不用说，我有朋友。啊，算了，我怕我被逼了。真差劲！我这样穿的话，直播的话，你要是穿的露骨一点的话，直播肯定会被封的，真的。就只能穿保守一点。我一开始还想要穿上暴露，我都不想去的，我本来都不想来的。后来这种我就接受了。哥，你再怎么样，虎牙格局了，格局大了不少。屁嘞！那虎牙多难过啊！他妈在新秀的时候，跳舞都给我逼到处逼嘞。干饭哥哥，你想看跳舞吗？等我回新秀了，给你跳个舞哦。不来个3:10？他昨天是比基尼，不过但是那个我觉得穿那个的话肯定是播不了的。真的吗？户外亲亲都没事儿，好好好，好家伙！来，咱们把月琴出任务的二姐过一下，好吧？好吧。咱把琴出那个任务过一下，就是包个羊毛。为什么我这个？东东快到了。坏啊！空哥，你看你的牌子都灰了那么久。我奇怪，我这都灰。灰都灰了。你不给他点亮一下，然后就不要来看我了。什么东西可以试试？不能，肯定不能。我要穿那个的话都不会直播。学姐的波波申请不了额度啊？什么意思？哪是 C 呀、啊？不是哪是 A 呀、啊？我都服了。他说我是 A。你瞎吧？眼睛瞎吧你？彩排要开始了，大家准备不要飞的位置吧。彩排要开始了。没有穿那个，开始彩排了，上个厕所。那个罩罩。来，你们俩去哪了又？上厕所。我想去上。不是刚上吗？这边就有洗手间呀。我不知道。我是最后的，我跟你说。渣渣。去上厕所。哦。哦。不，对着阿扎波有点危险。太大了，真的很大，兄弟们，要先谈好，回去就要双倍三倍的，我操！啊，什么时候比赛？晚上，5点就结束了，好像是吧？3点到5点2小时，哎，不彩排了吗？彩，
要开始了。都是美女。谢谢干饭哥哥，感谢干饭哥哥的上上签。好的，我也是啊，我也怕说话，谁不怕说话啊？我真的好紧张。都有大场面，大场面那个计划做的。谢谢干饭哥。啊，真的吗？那我蹲两下。嗯？怎么了？要干嘛？蹲两下。要干啥呀？他说要三号一看就是练过的，是的，我觉得他们都就是都练得很 sexy。 保险同学不难的，是我一定的身创是啊。看这边，看美女架子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像混血，我觉得特别像混血儿，真的好好看，好好看，好白，困死我了。哎呦，哎，对呀、啊，很白。我兴趣爱好是宅宅。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跳骚舞。你给他哦。我的兴趣爱好，我喜欢吃饭。别，就说喜欢跑步、游泳，就这样，随便说两个嘛。对啊，喜欢跑步。对，喜欢跑步。跑步都很好。散步。喜欢。旅游嘛，哎呦。喜欢旅游可以，喜欢旅游。旅游拍摄。那不是运动。巧了，我也想去。怎么了？跳舞就跳舞也是健身啊？他们没有，他们是博主好像。你们不直播吧？他们不直播的。你们是固定要直播的是吗？对对。是的。他们是博主。先第一段上去自我介绍，不用拉票。对，他们是博主，他们不是主播，他们不是主播。不是第二趟是举牌子，举完之后，然后就噼里啪啦拉票。拉票你要去哪？我就说，自我介绍就说完那个自己家住哪里、兴趣爱好就可以了。家住哪？可以。还有什么？为什么会？有，说对你的特长，就有自卖自夸嘛呀，说半天。美白，我不觉得我。人家是健身博主吧？其实这个说话比我讲讲不讲？不讲，我就是说，我很高兴给我这个机会来参加。我也是，我也不觉得这个。别偷我的，你好吗？你那儿好？你多想。我都感谢下完了。瓜渣是不播了，他播了，他应该最近没播吧？最近不播。我
真的好美。啊，西西。吓一跳，前段时间在直播看到他。我每天在哪里？知道吗？他好像在旁边练习，就在这儿。你看他是不是在这儿？哦，对对对，小美，小美来了。来真不。四号，我们两个，他四号的两边都是1.78米、1.79米。压力很大，我是1.79米，他是1.78米，但坐着还好吧？坐着还好，对，坐着还好。其实已经开得出来了，特别有安全感，像俩女宝宝。不是，这都是自己抽的，又不是安排的，抽出来的。这么大，它真的很大。有些人就是有天赋，没有办法，真的。四号是阿扎，啊，古阿扎。我听你们了，你们就一列排好，调剂一下，全部还是到十排好。然后我把电筒送过去，然后记得等下回场的时候，还是昨天一样绕过那个一样绕回来。对对对，好。哎，待会儿下面有很多人要看我们吗？没有很，没有很多人，你们去看呀。没有几个，就是昨天弄了几个。哦，那就好。主要是线上。线上我都看不见。线上我看不见。我这腹肌我都不用练了，刚才平板支撑一下给我撑出来了。真的，你看。我不知道。哦、就刚才撑的，两分钟就能见效。现在也还有点感觉。有闹是转发闹钟。虎牙有播吗？虎牙好像不播。虎牙咪咕吧。咪咕好像。我就说他楼上有虎牙，一个 logo 都没有，妈好。没事，你们到时候去他那个，主要是后面可以去他那个官方网站，能有资料，你可能就会上面。他主要看后期投票，他不是那个评分规则，是投票的没啥，主要是你想想，那么多人看到你，你肯定也不想自己丑丑的，能吸一点粉就是一点粉，这是我们古牙来就是这样。嗯，对，是古阿扎式的。我这个真的，我这个一看就不像举牌的，我天。能来都已经很棒了，点点订阅哟。我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妈好烦。这是什么比赛吗？你怎么不选了？我就选一个。然后我妈说UFC 那个女郎，举牌女郎。很多人选一个。选拔赛。就十个人，我妈说十个人选一个，那选不上你们也都很优秀了。但是你们更专业。你真的很优秀。应该是你们五个选一个。我也觉得，真的。我不行。我不行。但是我们能就是跟你们一起参加，我觉得就是也是个体验。嗯。一号来，哎。因为你十个人不能全部都特别优秀嘛。得有点综合性。开始了。那个啥。彩排，我们要彩排。我是五号，旁边的女生是古阿扎吗？是的，古阿扎，我自己名字都说不清楚。大家好，说不清楚。哇扎，那你就是用方言，用方言说也行。我直接说就行了。如果用方言说，那不说了，我十个，我站位六号。六瓜扎，还行吧。他要站位你。瓜娃子听起来就像。我是五号。这个黄头发是，对对对，哎呦，他是西西大魔王。有人认识我？对，他说那个黄色头发是小阿西吗？我是四号选手阿扎。小麦色爱了。我这个很高兴来参加这次选拔，我得说几次呀，我天。其实我宁愿前面一点。为什么？前面一点说完就完事儿了。哦。哎，你们想好怎么说了吗？我想上去的时候手是一边就随意发挥。右手拿牌子，走上去之后在前面的时候这样举着。先拿着，然后
停一下，他说好，十选一，准备好了，谢谢。准备好了，然后再举个。对，他那个八角，就是八个角都要停一下，是吧？不是，四个角吧。我也不，反正就是，反正我就左边停两下，后面停两下。就是脚吗？对，八脚说是右手，人就停了三下。我也有些手停，随便停，乱停。右手呀，这个大眼怎么对着你这么大呀？我操！手哦，好了，怎么刚刚会有美颜啊？一下子。我不怕呀，我又没想过会怎么会入选。然后他就问准备好了吗？就说准备好了，等你们一起。你不用急，你不慢慢来嘛。Freestyle， 本来就是要那种，他就是有，就是本来就是要那种松弛一点，别紧绷绷的，你就跟就是拉拉队的那种感觉一样，反正松弛一点，来都来了。我手是抽筋，就是别像个，就是别像一个那种大妈那种，就是打鼓的那种。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呢？想晚上吃啥？我觉得我真是过分啊！吃惊。一定要吃好吃的，吃什么那个？吃什么海底捞就算了哦。别说谁跟我说，昨天他也说。我是我。我拒绝了这个提议。不是，咱换到上海来吃上海的海底捞。我真的想给他两桌。上海有什么好吃的吗？不是，你看我第一个转发的就是那种私房菜哦，就是那种哦私房菜，我看一下价格也还能接受吧，就是我们几个能接受的价格，也不说贵的吓人，毕竟我们一人收了，一共十个人，收了650的那个补贴吗？不是，嗯，但是我也不想吃日料，我觉得我不想吃日料，我也不想吃日料。我吃那种私房菜，高贵高贵的一品那种私房菜。我昨天点了一个那个蟹黄拌面，好吃吗？怎么没有？有吃，但是很腻，很腻。啊，久违。上海啥没有？我想去，已经上去了，我想去看看。可以去拍吧？可以去看吗？白线，白线。可以去看吗？为什么都出来了？好的，那下面有请我们爱好看好先是走那我们等一下开始的时候都是你们从这里走出来的呀。彩排炒饭，我靠！你被警告了。不是，是网不好，这个网不好。我以为被警告了，只是被网爆了。卡了一下刚刚。放轻一点。三号。我是四号。那我觉得我先站过来，我可以站过去了。马上到我了，四号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了。这怎么突然有大眼，突然没有大眼的？这个大眼特效，什么鬼啊？哦，又好了。旁他们，哎，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主播，他们是博主。好，报，你帮我播吧。他先过去忙着，不是微博的博主，他们是那个，怎么说呀，就是抖音的博主。你过来帮他播着。我帮他播。
哎呀，你不是下来了吗？我下来了呀，他马上就下来了。马上轮到你们了。六号。把他拉上去。他这个我不太会搞。他这个。这个光。你把他奶拿过去。哦哦。我就想说你们可以集中一下，不然等会儿把他抬过去帮你搞。这个是阿西西，对，他是阿西西。你认识我？你怎么上了直播以后怎么那么斯文？人设。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西西。我记得这个怎么会有口红啊？嗯？啊，我这个我怎么觉得这么他这个好白啊？对他这个好白，这么白，太白了。谁不认识你？你们都认识我呀，我都好久没播了。七号、嗯。他这个怎么会有口红嘞？我去，你把它关了吗？女装是吧？有呀，没有啊，我没开呀、啊。那就是你自己。放慢。我们牌子都没法续了，明天就出来了，今天晚上就出来了，15天了，封了我15天，今天晚上就解封了。我等我再开好吧，兄弟们，等我再开，我等一下。我帮你播，你马上就下来。我马上就下来了，来，都是我来播啊。他们两个马上就下来了，等一下。哎，你快了吗？你不是9号吗？我9号，你再播一会儿。我等会儿，我上去的时候你帮我播。我上去，他不让我上。啊，对，你上去，我在这里帮你守。对，就是你在这里帮我守着呀。OK。下来了吗？下来了。我让他帮你播一下。还要在那里待很久。感觉别人直播间的西西很漂亮。怎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自己的直播间。你说我自己直播间不好看？因为他、哎、你直播间好白、啊、好白啊你。啊？你有吗？你长得又太白了。几号了？没到我吧？他7号了。7号、8号。8号，八号等到谁？八号是谁？八号是一个小美吧？他应该准备了。啊，小美已经过去了。小美是8号，那你也快了。10号呢？就你十号不是我啊，十号是那个谁吧？是肉包。肉包在哪儿去了？啊？肉包呢？九号不知道啊。9号叫你上去。他上去播一下，他上去彩排去了，我们来帮他播一下。嗯。我这很白吗？我这个？对，我觉得你的挺白的。哦，他那个黄一点，他那个。黄爷，你就把我我想到了 Hello， 等一下，站到白色那边，两个西西，你好白啊，头发显得真的好白，就是浅色的，他之前卸妆超白，没有，哎，新秀咋不给你们上点人气啥的？就是水啊，大哥来了，是谁？修罗哦，欢迎修罗哥，欢迎修罗哥，欢迎修罗哥，修罗哥刷点，我们给你整活，修罗哥，我要眯一会儿，我真行，他是有见识呀，修罗哥刷点，哎，你们看到没有？什么？那个毽子，就踢那个，哦哦哦，那个，哦，看到了，哦，踢上去了吧？应该是，看到了，西西，两个西西。左边是西西，右边也是西西。我们家小狗叫西西。我们家第一个小狗真的叫西西。哪个西？希望的西。啊，那不是，跟我的西有点像，一点儿，也不完全是。你俩嘴一个，大哥刷点。刷个，大哥刷个。我操！火箭，我俩给你跳那个。昨晚做梦梦到我猫死了，我昨天梦到我家猫死了。紧张，我可伤心了，我在梦里哭死我了。大哥说你要去举牌，谁要？我们10个里面都要都举牌，10选1。那觉得嘴巴没有颜色，有点口，你要补一点吗？我觉得你还好。待会儿准备看，我要补点粉，等一下你们就把它粉全部都放到那里去。这样的，对啊，你们就直接放到那个位置，能拍得到。可以，我是看肉丸刚才那么拍。哦，在哪看 UFC？ 在那个咪咕吧，好像。我们是来凑数的，我们凑是来凑数，我也是来凑数。你可能是啊，他不是，我西西不是，我们几个都是来凑数。我们是来凑数，我们是来。我操，我这个身材算了，我都没屁股。
对，就是走过场。但是他别人那几个外站的是健身的，他们是他们外站是真的很厉害，他们是专业。这是选拔对。我们几个做什么那个叫什么铅球还是什么？嗯，我们都拿不起，他们都老厉害了。那古阿扎哪一个？古阿扎在那边。古阿扎，古阿扎胸贼大。他胸是真的大，我都不敢摸他，他那个胸。好像从不能说，不能说，嘘。好像从来没有让中国举，有中国吧？有，我不知道。有过，就是小虎不是一直都很大吗？是啊。这你们不会连小虎都不认识吧？这边就位了，1到10号。等一下要开始了，赶紧去准备一下。你们还记得昨天彩排吗？我们要上去好几轮的。记得。要上去好几轮。不是，一开始是自我介绍，后面是举牌子嘛，是吧？对。对。所以还得等他等的时候就坐好，坐在这边，不要走来走去，不然我们听不到你们。好的。给我拿个纸巾一下，我先准备一下，举起来。然后你后面就是朋友，我觉得不用那些，先是右手拿上去。但你这个别想多了，待会儿就是错一点，就错一点。也不要教他，就是他这个就是。那个要在几个位置停下来啊？小钉子的这种，那边两个，后面一，它是这样子的，这样，什么意思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是四个吗？不是，他说的是举牌，我说举牌子啊，举牌啊，随意发挥呗。八个脚是八次吗？我只站了五，我昨天只停了五下，我好像只停了三下，我停了四下，应该都可以吧？都可以吧？四五下都，问一下他们呗，停几下？阿扎是最大的，是吧？是这样对着四个吗？就均匀分配四个点。哦，阿扎，你等我有 B 类了，你知道我手这样。我没有拨他。哦，没有吧？太大了，他太真的太大了。天哪，天哪！就是正常往纸质粉的时候，好像是吧？好像是。我没了，反正就是你放心，你别这样，手手不挡脸，手不要挡脸。我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好奇怪。其实我走过一次，但是就是我们以前虎牙的那个走过一次。开始了。就那一次直播是穿的很紧密。预测一下怪鸟跟佩雷拉谁能赢？我不知道。能不能过？等我打屁股。我好脸出油了，可以给我补一下吗？甩Q。嘴巴都怎么了？好干啊，我嘴巴。他可能听，对，我没听过。给。不好了吧？不好了。嗯？没有弄过。哦哦，衣服哦。太大了。我其实洗好几次了。哎，不会露出来的。这次是举牌吗？举牌的。其实我想赶紧玩，我想尿尿，压力就是憋一下吧。举完牌啥时候直播？举完牌五点钟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吃饭，吃晚饭回酒店应该会播一会儿。我看美女，啊，我这次过来。哦，
欢迎无奈哥，我以为无奈哥升君王了呢，我操，吓死！欢迎无奈哥。没到我呢，现在是3号在后，2号在举牌，现在。戴了美瞳，你们想看吗？我也放那边去。放在那里去。我去，我站这儿。哦，这个就是直播的那个。我现在还没摸着，下面有请三号那个啥。先去手牌，学习一下。哇哦，这个真绝了。好了，我们后面就不走了啊，就开始了。好的，彩排已经结束了，马上要开始了，大家都回到原位，看一下人齐了吧，等那个他3号回来，我们要直播了，集合一下，马上直播开始了，快回来，我们彩排，我继续彩了，又来不及了，我们直接3点开始直播，好了，1、2、3直接上了，董事长第3次是吗？跟大家说一下，我也只上了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等一会儿有一个举牌环节，大家切记不要把牌子这样给我拿到。然后呢，到时候会主持人跟你们说，现在可以跟你说有一个拉票的时候，你们看这样舞台上面有一个红灯的那个对着那个镜头，然后对着那个镜头说话就可以了。OK， 好，好。应该就这个拉票是最后的拉。我该准备的都准备好，我们现在直接直播了。举完牌拉票是不是？对。哦。要直播了。不要乱跑了。好。我靠，我好紧张啊！我觉得我会嘴飘。刚刚没跟你们说，我说我们3点钟直接就开始直播，现在还有2分钟，就彩排彩到一半就结束了。好。旁边的小姐姐她不是主播哟。西西啊，你觉得怎么样？就是你自我介绍的时候。随意吧，已经当这个情况放松就好，别紧张。哪怕你就介绍个名字。大家好，我是西西，来自浙江倩居。千万别结巴，别结巴，现场。没想好，今天最好就别说。对，少说少错。好。如果你觉得发挥状态不足，可以不说。但如果觉得那个啥，最好。你拉票怎么拉？其他都支持我，我就已经哦，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请大家多多支持我，我很开心。比赛，参加这个比赛。
咪咕，哦对，还要答题呢，还要答题。康纳、麦克、格雷格，他应该会说那个选项的吧？别管，直接选 B。那得拖多少？这也没多少。会吧？抽到那个刚好可以拿。三到五句话。万一别人把那个顺序打乱一下。自我介绍。嗯。哎。自我介绍是一分钟啊。好的。一分钟。OK OK， 别紧张，谢谢。我把这个关了吧，晚上再播。康纳麦克雷格雷迪，咋了？格雷格。啊，格格，我也不知道。格雷，他说格雷迪，他说。格雷格。不是格雷格，哦，格雷格。别上面题这么写的，我不知道。是管他呢，你叫康纳就行，康纳，嘴炮，是吧？就四个就行了。他又不让你，最好你最好别把那个全名补出来，万一补错了就挺丢人的。欢迎黑丝袜，是吧 ？Hello。旁边的过来打广告，你要关注。你是微博上吗？抖音和小红书叫黑珍珠，黑珍珠，黑珍 珠, 黑珍珠，搜那个用户名，然后黑珍珠就能搜到。麦格雷格，好的好的。这是干嘛呢？虎牙在播呢，虎牙在播啊，虎牙也播了，虎牙也播。在哪呀？在哪？能不能搜到？你搜一下 UFC。如果要播就在首页，热播的那种。没有啊，骗人！这个人说虎牙在播呢，在哪儿啊？我也没看到。杰斯邦。一号就上场说的，希望自己能拿到好成绩，也希望大家多多投票，谢谢大家，好好好加油，先后场的回来好。没有。好，欢迎李白哥。你就直接这样。头发不放下来。1.78米，这个小姐姐腿好长，腿真的很长。人呢？又不好好上班，扣工资。这找到了。我下了，我下了。有点卡啊，那是网。下了，下了。